搬动车。对，那个第几线？第几线那个站房车南北，一天就能搬动车。最大吧？地级到底大不大？我记得地级很大。地级就跟台北一样大。就准直辖不是吗？就小直辖市。MJ 中澳澳之丹丹澳海丹首欧 Next Stop Dong An Station。哦，那个有可能有特殊的，但是可能行政区划上都是地级市，就是跟台北一样，不是跟高雄一样大。就是我们跟国家一样，只是它是小，它是很小的地级。东澳
快到了，当奥飞飞搞啊，都奥快到嘞。Attention please, we are now arriving at Dongao Station. ARG 是那个类似 MD 那一梯那种小飞机，类似 DC 那的小飞机。然后 AR 那个 C929 是那个大型的，929是737大小。对啊，那中国大陆说我们要 ABC 三家鼎立。